我要带大家看一个非常精彩，也是艾诚生前最后一个节目录影。8月5号，他在民视录了一个新节目，是瓜哥的节目，叫《最强综艺秀》。艾诚在当中秀了一段精彩绝伦的舞蹈跟唱歌，这是他最后的绝响，将会一直留在我们当中。我们来怀念，这就是艾诚的本色，艾诚就是这么棒。艾诚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首歌是《对你爱不完》，这就是艾诚，就是艾诚。彤彤，他说对你爱不完，爸爸妈妈，对你爱不完。艾诚走了，他的爱还在。他用唱跳一路拿到超欧的总冠军，他实至名归，实至名归。而艾诚最夸耀，在这个录影，他最夸耀的不是他的舞技。而是他说他的衣服是彤彤做的，他那个流苏是彤彤预备的，彤彤用一针一线帮他缝的。彤彤，你对他的爱不完，他对你的爱也爱不完，这就是爱诚。这是我跟乃馨昨天连夜做的。我说爱诚，你的歌声十分深情，你的创作十分动听，你的笑声十分爽朗，你的笑话十分的冷，你的爱心十分炙热，你的人生十分精彩。艾诚，我们十分怀念你。我想，而且我们有昨天晚上我们做的牌子做了很久，然后虽然有点丑，但是我们有努力，然后我们又签上了名字，给我们心中永远的爱之冠军。那个我们想给爸爸妈妈，这个是爱诚应得的时刻。那个爸爸妈妈，这个是我欠他的分数，也是。超级偶像对他最终的评价，他是十分的歌手，他是满分的冠军。等你，人生亲像要落水，起起落落看做算什么？风风雨雨勇敢跟你去，命运在此，人生的答案全。